小朋友，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真人 CS 啊？而且还是免费的哦。真的吗？我特别喜欢打架，感觉特别酷。要不我们去看看吧？好啊，阿姨，我们快走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不是要玩真人 CS 吗？怎么进小区了？就在楼上。阿姨，真人 CS 都在户外，我们为什么要上楼？我们要上楼去领免费的门票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小朋友，你先坐一会儿吧。小朋友，你的脸脏了，我帮你擦擦吧。难道游戏开始了？我得赶紧配合装晕。咦，今天的药效这么猛吗？这么快就晕了。我头好痛啊。哎，我的鞋子呢？幸好手表还在。喂，警察叔叔吗？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遇到人贩子了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已经把定位发给你了。走啦，回家了。不嘛，我再玩一下羽毛球。那我不管你了，待会儿你遇到人贩子可别害怕。切，妈妈就喜欢疑神疑鬼。哇，真棒！哇，是你家孩子啊，真厉害。还行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小朋友，阿姨怎么了？你看你脸都沾了，来，阿姨给你擦擦脸吧。你这孩子怎么了？他睡着了。哦，原来是睡着了。哎，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像哥哥？抱着他的人是谁？我得跟上去看看。果然是哥哥，他遇到人贩子了，我得马上报警。已经到手了，快点派车来。站住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已经跑不了了。哼，你个小屁孩，难道你是来收人头的吗？哈哈，你不知道电话手表可以报警，可以定位的吗？到处都是摄像头，你跑不了的。干嘛呀？走啊，回家了。妈妈，要过年了，给我买个玩具吧。我也想呀。买什么玩具呀？家里那么多，不买了，走，回家了。那是去年的，今年都没有。对呀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我不管你们喽，我先回家喽。待会儿老贝贝来了，你们可别害怕。哪里有那么多贝贝？贝贝，我们走。贝贝，我们现在没有钱，等压岁钱拿到了再来买吧。好的。老贝贝。去追妹妹了，我得去救她。我的帽子！哎呀，
你个老六，你追到我就给你。臭小子，看我抓住你不收拾你。该走哪边呢？看老贝贝的样子，体力不好，走楼梯。打不着，打不着，你看你头发全白毛。你说什么？妈妈，快快快，有老贝贝！老贝贝，哪里来的老贝贝？哎呀，你是谁呀？你想干嘛？是我，外婆。妈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我要收拾人，他竟然叫我老六，向我满头白发。伯伯救我，宝贝，我都自身难保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哎呦妈！妈妈，快过来缝风筝啊！什么？谁偷吃了我的冰棍？你们看到我的冰棍没有？什么冰棍？吃的冰棍。你说是不是你们偷吃的？没有啊！敢在我每一侦探眼皮子底下耍花样，今天让我好好的来分析一下。二毛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吗？啊，是你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看你冰棍都给我弄掉了。哇，哪里有卖的？来得很远的。二毛是老实人，可能真不是他。小糖糖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小朋友最爱吃冰棍。哇，冰棍哎，什么味道呢？甜的。看他那个想吃的样子，有嫌疑。小敏，你看到我冰棍没有？没有啊。小敏最贪吃。冰棍哎。对呀、啊。好想吃啊。不行，只有一只。冰岛的小胖。我没吃。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好热啊，这天气有个冰棍吃就好了。嫌疑最大。陆小敏，我的好闺蜜，应该不是她。小糖糖，小朋友一个，应该是不会说谎的。二毛，老实人一个，应该不会偷吃冰糕哦。那么最后就只剩下，快点吃吧，这么大的太阳一会儿都化了。太阳晒化了。我就说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太阳晒化了嘛。让我把你们救出来，你们可就死定了。婉儿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吗？婉儿，快点闭上眼睛睡午觉哦。妈妈，我睡不着。那你去玩玩具吧，记得小声一点，不要吵到我们睡午觉哦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应该不是他。儿子，那就肯定是你。你又冤枉我。居然说我冤枉他。睡会午觉吧。妈妈，我睡不着，我想做锻炼。好吧，那你小声一点，不要吵到我们睡午觉。好的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应该就是他。婉儿最听话，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儿子。不是，不是。哥，你吵什么呢？我们在睡午觉呢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玩游戏中奖了，一下子没控制住。中奖就好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你的好的嘛！